它的这个作为这个网络神经呢，触及到核电站的所有这个环节，我们形象呢把比喻为核电站的神经中枢，也就是整个核电站的控制、监视、发电运行，所有的这个行为呢，实际上都是通过它来完成的。 这是庞大的一个工程，而我们下大力气把这个技术攻克了。近百万行的代码全是我们的研发团队自己写的，我们自己完成了一个操作系统的研发、测试和运行。